特别爱这个莴笋，这可以叫两份，还有叫别的啦，所以特别特别爱，我很喜欢吃这个，一个太下饭了这个。那还好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饭配馒头，等等。加了一个椰子虾，是一个很大盘的一个椰子虾。应该是去壳的吧，我觉得试一下吧，椰子虾很香。太好吃了吧，惨了，我没办法停止来这里，因为它是去了壳的，所以现场的香。还有我没有想到这么大，我这回完蛋。我叫了一个烧鸡，这回我就完蛋了，我要想办法自己吃。扔不断，用手吧。这是脆皮烧鸡。虽然没有闻出，那还好，那也比较挑吃。然后看一下炖的那个酱还比较好吃，惨了，不要浪费，我要好好的吃。太好吃了，可以打包回家。好吧，吃，后面有人在那边，我吃不完。后面那边有个生日，你看我们在那边庆祝生日。哎，怎么没有人唱歌的嘞？应该生日。哇，我还吃不完呢。那我要打包回家，看看到没有人在那边过生日。哦，生日快乐，还给我一粒蛋。今年几岁？不可以讲。比我小，保持秘密，秘密小，他是比我小的啦。Happy birthday 啊 ！Thank you。跟朋友一起来哈，好啦。